已经上到市面了啊，真的厉害了，已经开卖了，是这样吗？当然上市了，对，那上市了。好好介绍一下，是哪一样什么东西？这个也是获奖无数，对，没错。有什么样的奖项？我们有那个瑞士日内瓦的发明的那个展的金奖银奖，一样是金奖银奖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有第二名都包了，对。然后还有那个上海的那个发明展的金奖银奖，哎呦，都金奖银奖，莫斯科阿基米德的金奖。那这个到底是什么？好好帮我们讲介绍一下。OK， 好。那基本上我们这个它就是叫一个很棒的名字，追剧神器波剧宝。好，女孩们注意了，我要追剧宝。什么东西？因为大家会用手机，对追剧，对啊，砸在脸上。我们会为了想要看好一点去买 iPad， 对，或是买大一点，对对对。但有一些也是哎能力问题，或者是哎手机刚好就可以用，对对对。真的每天砸脸。基本上它这个的话，它就是我们一般看手机嘛，对，它是不是会有蓝光？对。那像我们这个啊，玻璃透过这个折射，我们会放大五倍。五倍，影像会放大五倍，然后这样的话，画质怎么样？画质非常的清晰，清晰。哎，我们这个不是一般那种压克力，我们是光学的曲面玻璃，这是全球独家专利。哦，对对，弄给我们看，弄给我们看，好大，哇，所以你们不要一直看着他说好大，真的够大，真的够大，数字才好大，真的很大。所以它一般架在桌子上还是？你可以，很多人是躺着看的。你可以这样手拿着看，或者是放在桌子上这样看都可以。而且它会有一个你追剧 3D 的效果。真的耶！哦哦哦！美丽！不然这样，支撑你拉背，拉他的背，你用。哦，怎么那么大？他连人家传讯息。你站着不要动了，然后导播你自己抓镜头。可怕的是它大而远，而且它有电影，它有立体感呢。对，而且它这样子是不是有间接的抗蓝光啊？因为它已经抗蓝，减少蓝光对眼睛的直视。对，这样子就会觉得男主角在你面前。那那个长辈是不是有老花的也会比较看得比较清楚？你说到重点了。对啊，老人家像，因为它这个是可以把影像拉远嘛。对，那所以很多长辈有老化的话，他不就不用戴眼镜，他就直接这样看。对耶，那我可以买给我妈妈。而且它折叠下来是变这样。Oh my god， 好时髦，好时尚，很方便又轻。所以它已经上市了，打开就变这样。哎，好时尚哦！我要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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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买。我们来赶快，可以借我钱吗？不行，这个我没有钱。我们来先不要看底价，你愿意花多少钱买这样的一个产品？六千一次，七千一次，你剩多少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七千两次，九千，你没剩那么多吧？九千，很多。九千三次，我出去买。九千，你卖我。好，九千成交。1980，合理吧？合理呀。那卖我9000块钱，而且这个材质，是你这材质看起来不合理，未来会更进步。